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欢迎收看飆股急先鋒，我是张怀慈。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，盘中一度下跌超过200点，不过全网台积电在尾盘的时候跌势收敛，也带动台股指数缓步回升，中场仅下跌了24点。未来行情怎么观察呢？听您请教专家，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林中祥，中祥老师。怀慈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。好，中祥老师就要请教你哦，台股今天开低，但是仅收小跌嘛。那之前你有讲哦，现在年底哦，可能是集团做账。那先前很强势的鸿海集团哦，今天走势就比较分歧咯。未来还会有好表现吗？还是有其他集团要接棒呢？好，首先各位同学都知道哈，今天三立我又有连线。是。啊，我连线讲的股票啊，今天真的很强。上个礼拜五我在连线的时候，是不是讲神达？结果哎。讲完之后就涨停板，那我们今天本来想买神达，但是一开盘就涨停板，没有买到，啊，扣讯为证，啊，但是神达没买到，我们当场还是要带同学冲冲乐啦，冲冲乐，冲冲乐，对不对？每天当冲一档到两档啊，同学，今天我们买正威啊，买正威，不要追啊，啊，那震荡幅度很大，你平盘以下很好买啊。对不对？一买就拉上去，一买就拉上去，还可以做个两三趟，一趟两趟，两趟三趟，哦，这很好玩的哦，同学。最近有很多同学一直在看三立的节目，这收视率越来越好，听说啊、哦、比有台都还好啊、哦。那我今天在这里讲的股票，哎，尾盘真的都拉上去了。我们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，今天台北股市最多跌200多点，你一定在这里很害怕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收盘只跌20几点。对不对？同学看一下，啊，同学看一下，是不是沿着五日线突解、突解、突解、突解，越突越高，对不对？这个月线跟月线跟季线都开始纠结往上了，对不对？同学，今天大家最怕的是什么？台积电嘛，啊，川普当选了嘛，川普当选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就说这个台积电啊，啊，这个不能卖到中国去啊，结果就，哎，开低。哎，结果收盘才跌5块，啊，所以同学不要担心啦，哈，不要担心。我今天在盘中的时候，我也跟同学讲，有一只股票叫做四星 KY， 啊，你看叫你不要追嘛，你追你在这里会怕，你就会杀在这里，啊，在这里你又不买，结果收盘又拉上来，哎，这个上下震荡幅度超过100块，100块的意思就是一张差10万呢，同学差10万呢。那你知道低买高卖吗？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我要告诉你是创意啊，创意，我说1300这短线有一点压力嘛，叫你先卖掉嘛。啊，今天碰到五日线，哎，又把它买回来嘛。啊，价差30块钱嘛，是不是？同学，是不是价差30块钱？对不对？啊，我在盘中会讲嘛，艾普，哎，老师啊，都没量，没量你就不要做当冲嘛。哎，今天收最高，对不对？同学看一下艾普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它的月线跟季线低档黄金交叉，外资连续买了6天了，啊、哦，没有量就不要做当冲。哎，怀慈都知道，我当时在解盘是9点半的时候，艾普多少钱？311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如果卖掉了，今天收盘317，差6块钱，10张又差6万。同学，你到底会不会做股票啊？啊，到底会不会做股票啊？还每天在追高杀低，当冲也不学，对不对？啊，来看一下啊，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叫神达，今天开盘就涨停，买不到，那买不到就不要买啊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五是不是告诉你均线纠结交叉，这里全部纠结交叉，是不是涨停涨停？对不对？啊。伺服器嘛，那集团股我有写啊，我有写什么？那做不到这个神达，我们做正威嘛，正威也是鸿海集团的嘛。看一下，正威十月营收年增22.95%嘛。哎，你不要去追嘛，你平盘以下多好买啊，对不对？同学来看一下，我们扣讯在这里啊，在这里。有一个同学啊，我有一个参加的同学啊，他今天买73.5块，73.5块，那能不能赚钱？你问我能不能赚钱，我问你能不能赚钱，随便你的啊，我没有意见的。
看一下。正辉啊，74.2块以下，而且保证买得到。来，同学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他今天可以做两趟。老师，我买73.5块，我冲75块多，我73.5块我又买回来，我又冲上去75块，我又冲掉，这里74块我又买回来，又冲上去，一趟、两趟、三趟。当然了，你自己有空就做，因为我们带会员、带同学操作，啊。有的同学都说，老师你那个这个4星 KY 好贵，我买不起，一张200多万，有钱人在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学，我是不是在这里告诉你啊，有钱人之所以有钱啊，做的和想的跟你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哎，4星 KY 上下震荡幅度100块钱，只是你每天都在追高杀低还赔钱，那真的是鸟歪歪的，对不对？说同学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学在这里啊，不要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今天没有涨的股票。我告诉你，每个老师都讲涨停板的股票了啊。我们这个明天，哎，同学看啊，明天来做这一次。老师今天小跌呢，你看啊，同学，老师是不是跟你讲100块？跟你讲。是不是涨到164，跌到136，啊，注意到它越来越强了，沿着五日线做，上个礼拜五拉到差一档涨停板，啊，今天小回，来，我们看看小回有没有量缩，外资有没有，投信是不是天天买，自营商是不是天天买，上个礼拜五当冲太多了嘛。对不对？4万多张，当冲就3万多张嘛。那今天2万多张，量缩一半啦、啊，啊，守住五日均线啦、啊。我在这里告诉你哈、啊，其实我有告诉我的头，我有告诉同学啊，这一波应该会过去年的高点。去年高点，怀慈是多少？24000。200多块了，什么24000？哦，是。对不对？华星光，来看一下华星光。华星光去年的高点是多少？200多。这里214。好，你注意到啊，月 K 线一定是红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最高164嘛，这最高166嘛。老师164跟166会不会过？我跟你讲会过了。他这个样子就是要过了。啊，老师过了我再追。啊，随便你啦，我没有意见啦。啊，低点你又不买，过了再追你就赚不多了，就跟我告诉你的台积电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我说台积电会到1100、1200嘛，但是你如果买815块，你是不是赚很多？你买888是不是赚很多？是。你买996是不是赚很多？那你买1050、1060，你赚一点点。一咪咪，所以同学啊，在这里啊，来，同学，现在同学都说要做冲中乐，啊，上个礼拜我没做，其实上个礼拜五啊，做的很好的就是华星光了，华星光上个礼拜五价差大概十几块的意思就是10张10几万，啊，同学不止做10张，我的同学都做50张，50张就50几万了啦。对不对？所以同学，啊，在这里我跟你讲，加赖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。老师，你写那么多档，我怎么知道哪一档？来，同学，我再写，啊，来，波段赚得多，因为可以涨5成到1倍；当冲赚得快，因为量大价差大。哎，你不要多呢，当冲你每天冲每天赚，每天冲每天赚。一天你不要冲太多，一天冲个100万，如果能够赚个3万5万，一个月就是30万50万嘞。同学，老师你都没有带当冲，我告诉你，我只要带当冲，每一次都赚钱，因为老师会看盘，因为你在煮饭，
因为你在医生，因为你在上班，你不知道个股低点高点，低点高点，低点高点，你不知道这只股票会涨还是会跌，你不知道尾盘会拉上来还是杀下去。我随便举个例子，好不好？同学，我问你，今天老师在讲爱普的时候，好，怀慈帮我做见证，9:30，是不是311？是，趴在地板上，好像跌跌不疼，娘娘不爱。我问你，我说他会过315，结果收盘收最高。同学，你有没有相信我？老师，我不太相信你啊，随便你啦，我没有意见的哈。那明天要不要做他？我有一个同学在参加于小姐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哦，人家已经财富自由了，不过他有空的时候还去爬山，啊，爬山哦，他今天又去爬山，爬山都可以赚钱。上个礼拜五我请他这个所谓的创意1300把它卖掉，我说今天在1270块以下再买回来。同学，我讲话我负责，实实在在。哎，老师，你这个价位都写得好清楚，来看一下，创意低买，有没有看到低买？1250到1280。老师，明天会不会再攻1300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明天会再攻1300，你信不信？啊，股票本来就这样做啊，来回做，来回做，来回做啊，对不对？今天有一个同学陈月亮小姐哦，她跟我讲说哦，老师啊，那个哦，老师我好后悔哦，好后悔哦，这个哈、哦、四星 KY2480没有先出一趟啊，2480来到2350左右又把它买回来啊，130块，结果收盘哎，收盘又收在2435呢。那个爬山那个余小姐问我说，老师今天要不要买四星？我说你在爬山你就尽量爬吧，明天再来买。哎，结果没想到，啊、哦，这样一拉又是80块钱，80块钱一张就8万，10张就80万。同学，我讲的话没有实实在在，我跟别的老师不一样，别的老师啊，买卖点都不会告诉你，我都会告诉你买卖点，啊、哦，因为股票市场本来就是低买高卖嘛，哪有股票要天天涨停板？老师，神达今天没有买到，好可惜。老师，礼拜五你就有讲了，结果涨停板，今天又涨停板。明天会不会涨停板？我认为应该不会。股票本来就这样震震震震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有很多同学哈、哦，买的股票、哦、真的很奇怪，啊，买那个什么四星科，今天跌停板。我告诉你，我买的股票不会跌停板，因为一根跌停板就不好玩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学啊，在这里啊、哦，我在这里告诉你，你看一下。好，我告诉你，威盛超跌，今天还有同学去当冲威盛，平盘以下买，平盘以上冲，赚不多啦，大概赚个3块钱，对不对？威盛他办 GDR 嘛，啊 GDR 办的价钱是123块左右嘛，啊上个礼拜五因为外资这个什么美国跟中国在这里晶片大战嘛，就被外资卖下来了。外资也没有卖多高了，我告诉你了，外资啊、哦，它也是跌破平盘以后才开始卖的，它一口气卖了6000多张。今天外资有没有在卖？卖也卖不下去了啦，搞不好明天威盛它又把它买回来了。那你要怎么做？老师，我不会做，不会做很简单嘛，同学加赖嘛，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嘛，对不对？加赖嘛，啊，我再跟你讲啊、哦，这股票不要多啊、哦，你看一下。四星 KY， 哎、欸，力旺创新高3540块。老师是不是跟你讲过一个故事？我一个国小国中同学，念台大医科的，人家买300块，现在来到3500多块，人家只想卖了，人家没有再买的啦。啊，今天力旺突然打到跌停板，他是创新高拉回来，搞不好跌到3000块以下，又在那边整理整理整理，又突然拉涨停板。啊、股票本来就这样啊，哪有股票天天涨的？但是你不要买到地雷股，同学，我拜托拜托拜托你的 啊！你不要买那个没有人照顾的股票啦，好不好？像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啊，你看这种股票有没有人照顾啊？对不对？你看一下
这个哦，有的老师在喊这一支叫什么新复兴，哦，老师我都复兴的啦，对啦，复兴的啦，对啦，你复兴啦，复兴汉啦，开盘就跌停板了，啊，老师那个四星科，哎呦多早哦，哦这里哦，这个什么，哦老师这个大陆要打过来了，哦老师他有做那个军工的嘞，军工嘞，大陆会打过来吗？你希望他打过来吗？老师，那个联光通啊，哦，老师，他也是那个啊、哦，他也是那个什么啊、哦，这个矽光子概念股啊，开盘就跌停吧。你去赌这种东西干嘛？啊，同学，你要去赌干嘛？跟着老师做好不好？有钱人之所以有钱啊，做的和想的跟你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告诉你，华星光，我说100块，我说可能会挑战历史高，214块，但是他可能从100块，然后每天涨停板一直涨到214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他要怎么走？他怎么走？来看一下，他怎么走？100涨到160几，回来，哎，三天未破低，再拉一根涨停板，哎，冲高以后量太大了，哎，今天还是收红棒哦。所以意思说，你用今天开盘价买还是赚钱呢、哦？然后整理整理，然后又拉一根涨停。同学，正常的股票是这样走，正常的股票是这样走，好不好？啊，四星、华星光我们还没有出，我明天要带新会员买。想要做华星光，明天要赚涨停板的，跟着我来，好，交还给怀慈。好，谢谢钟祥老师的分析哦。现在台股的震荡幅度蛮大的，所以如果想要做价差交易，除了看量，挑选个股上又有哪些小 撇步 呢？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广告回来之后有更详尽的分析。回到飆股急先鋒，鍾祥老师这段就要请教你哦，因为台积电上个礼拜传出这个7奈米以上的晶片不可以卖给中国嘛，那就导致台积电今天股价表现没有那么好，可是要大跌感觉也没有那么容易。那既然台积电没有大涨大跌的话，是不是指数有办法让出空间给中小型个股呢？那中小型个股到底要怎么选？好，注意到了，台积电同学你也不需要看衰了啊，川普也是打嘴炮而已的，对不对？说实在，川普已经78岁了，还当总统。我希望他能够当得完，因为4年78岁再加4年82岁，搞不好就老人痴呆症，大概也不至于啦。不过说实在了，说实在，这
大家都知道嘛，啊，政治人物不是搞权力就是搞钱嘛，啊，那我们在这里看一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川普说要跟台湾收保护费嘛，所以台积电一下涨一下跌，一下涨一下跌。但是台积电你真的，哎，十月营收创新高，你以为它会跌到哪里？它也跌不到哪里。但是台积电在1100块左右，它真的没什么价差了，啊，所以指数也不会大涨大跌了。那再来就要怎么做？挑个股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去年你知道吗？去年快过年的时候，过年前三个月，大概也就从11月开始，同学都知道嘛。艾普当时从大概300块附近涨到555块，那今年会不会复制？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嘛。那去年矽光子对不对？啊，阿华星光嘛，从50块涨到200多块。那今年的业绩又比去年好，那会不会过了214块？哎，你不要小看了，过214块，你还有多少钱可以赚，对不对？啊啊，鸿海也上200块了嘛。啊，集团股最近有网络一直在问呢，该怀斯也问我，他说啊，老师，鸿海啊会涨啊，那鸿准是不是可以买？刚才怀斯还问我嘛，对，鸿准会不会可不可以买？鸿准已经这样子，我们带你买的时候是60块，是现在已经90块、99块了，最少你要让它挣一下嘛。啊，它会不会再涨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它看起来就没有弱嘛。哎，每天你看每天当中那么多，每天当中那么多，那与其这样，对不对？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正威底部刚刚起来。哎，正威以前也是好公司，哎，郭台强，对不对？正威10月的营收也增加了。啊，明天如果拉一只涨停板怎么办？老师，你们今天当中，老师你为什么当中都出一半？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同学哈，在这里哈，我们也不可能叫他买很多只股票。举例来说好了，我们曾经买过华星光，对，买130几到140几都没出哦。但是华星光我们后来有买卖啊，有一次买152，盘中拉到156把它冲掉。老师为什么冲掉？你不是看200块吗？大家机会成本要一样，但是156冲掉，它是不是又回到136、137？老师那不对啊，今天又回到150、160块啦。啊，股票本来就会震嘛，难道股票天天会涨停板？哪有这样搞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华星光我们每一次做都赚钱了，明天我要赚钱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赚？加来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同学有时候很喜欢做当冲，我问你，华星光有没有量？讯星 KY 有没有量？啊，创意有没有量？四星有没有量？爱普没有量，没有量不冲啊，买的就摆着啊。老师，我是你的会员，你call讯叫我买295，我有买啊，买305我有买。老师，我也想冲这一支，就没量，你冲个屁啊！啊，老师，我今天有冲，因为你今天在三立解盘的时候，你311、312，你说会拉到315以上，我今天就买一张，啊，尾盘把它冲掉。赚6块钱，6块钱也是钱啦，哎呀，随便你啦啊！老师到底要怎么学当冲？来，打波照这一张。于小姐参加我的会员，她就要了一本这个，对不对？那要了一本这个，哎，同学来，随便给你看一下啊，这个叫 N 头，这个叫 W 底，这个叫头肩底，这个、叫破线。这叫 W 底，这叫强势，对吧？股票不会天天跌，它也不会天天涨，它涨一定是涨多拉回，涨多拉回，涨多。啊，最后一段喷出段会涨得最快，最后一段喷出段一定涨得最快。所以同学，你要低买高卖，低买高卖，低买高卖。
对不对？好，我昨天写什么？因为上个礼拜我不是跟你讲创意卖掉了吗？啊，我说1250、1280可以买回来。今天有同学挂1250没有买到，我告诉你，明天大概又1300了啦。啊，你要不要买随便你的，啊。啊，同学本来就这样做啊，对不对？艾普啊，对不对？他要过32，老师量没有5000张哎，没有啊，根本没人在冲啊。但是如果你今天311、312卖掉就拉上来了，收最高，那你不阿呆？阿呆的阿呆，阿呆阿呆阿呆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学不要这样搞嘛，对不对？老师的股票老师会照顾，该叫你出叫你出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艾普，同学，我在这里骗你的吗？从100块涨到500块，从300块涨到900块，150块叫你买又涨到555，底部开始出来，又准备开始要上攻了，指标开始往上了，所以同学赶快啊，加赖啊！今天打电话进来，打电话进来，打电话进来，我明天带你做当冲，带你做波段，带你赚大钱，交还给怀慈。好，感谢钟翔老师的分析，提醒您投资有风险，买卖前人要审慎评估。标股急先锋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